红姐今日想再同你嚟多一个挑战。咁多挑战嘅？系啊，今日想考下你记性，睇你记唔记得呢场戏啲对白。呢场戏嘅对白好多噶嘛，都几好玩啦、啊，试下。嗯、喂，有冇睇过呢套戏？有啊，呢套攞奖噶嘛。梗系。哇！佢出过唱片噶？都唔知算唔算系？只碟未出街，间唱片公司已经执咗粒。我想想。以前的唱片監製嫌我名字娘幫我改的，我聽聽得的，平時要記這麼多對白，頭腦真的要保持清醒，所以每一天我都會吃兩粒洛佳欣，它有五大活靈健腦功效，令細胞保持年輕，個腦轉數快，無論面對什麼生活的挑戰，年紀永遠不是一個問題。